连接老爸，你好，我叫曾辉，今年22岁。这次2016年4月26日来临之际呢，我提前祝您生日快乐。最后借由您在《太极禅》宣传片中的最后一句台词，我也希望您健康快乐，谢谢。杰哥你好，我是来自陕西西安的杰迷张谦，首先在这里祝福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总之您辛苦了，一家人一起走，永远支持你。杰哥，其实我不仅想祝您生日快乐，我更希望您健康快乐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杰哥你好，生日快乐，特别感恩您，感恩李连杰，像壹基金、太极禅这些事业能够把人引导向善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会支持到底，我也会尽我所能使我周围的人都快乐。杰哥你好，生日快乐，我是您的小兄弟金江，谢谢您这些年来让我们增加了社会责任感的同时又进行了身心的修炼，在您生日到来之际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谢谢。杰哥，我是连接天下6亿年以来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在一个忙碌的日子里希望你都保重身体哦。杰哥您好，我叫郑清风，祝您生日快乐，事事如意，希望杰哥能够尽快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到全世界，把太极禅的思想传播到全世界，我们这些杰迷会跟您一起前行，全力支持您。祝杰哥法喜充满，六十吉祥，四大安和，光寿无疆。 Happy birthday, love you forever。 杰哥的生日快到了，提前祝福杰哥生日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一家人一起走。连爷爷祝你生日快乐，耶、yeah!